25题，下列选项中哪一位科学家发现单摆的等时性？牛顿，我们在国中教的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跟牛顿三大运动定律。哥白尼，我们知道他说的是日心说。阿基米德在国中有提到的是，他有跟浮力有关，所谓的浮力的原理。而我们有发现单摆等时性的是伽利略，我们传说是在教堂里面看到钟摆的摆动而发现的。所以第25题问，哪一位科学家发现了单摆等时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伽利略。